想象一下，所有的地球人会给你一美元，他们也不会很困难。你突然成为亿万富翁，太好了。唯一的问题是如何鼓励他们这样做。所有巧妙的很简单，当大家一起公益慈善计划中的一员，你每天将在您的账户中会收到百数的汇款，而不是一美元。而对于五、十甚至十五块，世界各地的人们自己将发送钱给您。计划的目的，团结百万计的人在志向互相帮助。加入大家一起计划，只能通过用参与者之一的邀请证书。注册后，你支付五美元系统上的个人账户的服务，以及对其他参加者提供财政援助为100美元。这笔钱被送到邀请证书中列出的队列姓名的人员的账户，10美元送到其名称位于证书的底线人账户，5美元给第六、第五、第四、第三和第二的轮次人，15美元最上面一行的人收到进款，50美元收到大家一起国际慈善基金账户进款。从邀请证书系统生成您的个人证书，在底行替换您的名字，其他名称与一个行走高。该证书可以打印出来，并用邀请书形式给任何人可以提交。此外，您有个人链接到该网站 Whole World 为邀请在网上。每次新的参加者用你的邀请证书登记，10美元自动到您的账户，因为您的姓名是队列的底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您的个人证书形成新的参加者证书，在这个新的证书，您的名字上升一个行，用你邀请的人认证新的参与者注册，您反复收到财政援助，以及在队列您的姓名上升。试想一下，您只邀请5个人，这样您得到50美元，以及你的名字出现在5个个人新成员的证书的第6行。您的每一个追随者也邀请5个人，您得到125美元，并且你的名字会出现在25个证书在第5行，然后您将收到625美元，以及你的名字会出现在125个证书的第4行。下一步，3125美元。以及你的名字是在625个证书在第3行，然后您的账户收到15625美元，以及您的名字是在3125个证书的第2行，然后这已经78125美元，以及您的名字在15625个证书的第1行。最后，这是78125个人，谁通过带您的名字在顶行的邀请证书注册？这意味着您的账户收到117万1875美元，总计您已经以1269550美元收到为财政援助。您的名字是在19530个证书，用他们每天继续注册新会员，也就是您的账户一次又一次收到钱，每天进款越来越多，这个过程不能停滞。要注意，提供金融援助按照系统的规则，每个参与者每年实现。正因为如此，逐年为慈善事业成功指向更多的钱，而是您的收入每年更新，并多次收到世界遍布各地人的进款。回到我们的例子，这是近100万个人参加者，从他们每年收到财政援助，总额为100万美元，并且您亲自只邀请了5个人。在现实中，你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，只要你想，就是现在得到您的个人参加者证书吧。给朋友介绍大家一起国际慈善计划，以后只是看你的账户如何接收钱。